全国田径冠军赛，吴艳丽12秒74夺冠，夏思宁13秒39获得第四。很快，夏思宁的表情包火了。在同时备战的时候，吴艳丽一连套招牌动作把身边的夏思宁看呆了。这样丰富的起跑姿势，夏思宁自己没有，估计也没见其他选手做过，所以他直接没憋住笑了。当然，吴艳丽一直以来都是无视身边对手，她的性格就是我行我素。事实证明，吴艳丽确实水平高，夏思宁目前还远远比不过。有网友把截图发给了夏思宁，这位当事人也是亲自玩梗，他吐槽自己摊牌了，我就是一个搞笑女。这话另外的意思显然是我水平还不够，那就负责搞笑吧。有网友建议夏思宁去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，看看能否拿下冰箱。夏思宁直接用这张梗图进行回复，马上拿下。